你这真鼓掌的都挺累，涂下眼睛，我挺瞧不起他们，臭不要脸。嗓子要的不理太紧，有两个拍的我就心满意足了，因为我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哈，因为本身我嗓子挺难看，但是我没有那习惯要掌声，因为我是有身份人，可能总看我戏的观众都熟悉我，怎么是有身份人呢？哈。就是有生日的人就有生日好的，今天就卖点力气来咱们这里，非常的高兴，非常激动，可能我嗓子本身吧就挺磕碜点，但是姐你说我嗓子好看不姐啊？你说我嗓子好看呢？你这人最大的优点就瞪眼说瞎话。我长得还好看呢，干啥呀？你好，我是来找。我觉得你特别特别的帅。必须的。这样，再玩会儿呗。我还帅，这一天呢，我感觉咱们。地下的人都会说话，但我长我自个长啥样我自个知道，我心里好住。但是一天我一出门，大伙也都说我，哎呀妈，你别说了，像人呢，长得像鬼这那的。包括我心态好啊，没有在网上月厨溜达玩儿，啪啪的哈。那没事吧，一般我就背我的包，可信我的包哈，秀心。我开不起还背不起呀、啊、哈。没事，我就背着逛街呀，趟哪哪都逛，啪啪的，嗯，我就溜达，就没脏，我也不会疼，就溜达，啪啪的。完了，我还蹦杆的，可顽皮了。今天我上商场，我就看了一套衣服，我就问他们，我衣服多少钱？800。我说600卖不？他卖，我说不买，这啊。可能有钱了，啪啪的。摇钱就讨人钱，东北方言，可能你们都不懂，给你们解释啊。完了那天我就溜达累了，我就坐旁边那块，我就休息一会儿嘛。挨着我旁边有一个妹妹，长得非常漂亮，就跟我唠嗑。哎妈，可能看过我节目呗，就跟我聊天。哎妈哥呀，你是不是东北的老根大舞台串串的小子？你叫小沈阳啊？我是怎么的？哎妈哥，你说我瞅你长得哈，就是有一种大海的感觉呢。妈就好，你们我顶大海了，我从小到大我第一次挨刮，而且大海朋友们都知道宽广蔚蓝哈，整得我心呢老敞亮了。我说妹妹你是喜欢我呢？我说你是爱上我了呢？这老妹说我老气人了，哥呀你别误会，我晕船，你看大海吧就想吐。感觉我长得真
你吓人呐！我自个我都服气了。完了给我整的，我说完话好使了，那两个小子让我现在嗷嗷跑啊！我心里找回平衡了，我说赶紧回家睡觉，天都黑了。末时我刚要走，叫他朋友们，人要不走运那回事吧，就喝两嘴就飞扬。离我旁边不远有一座新坟，坟前站一个老头，这手拿个锤子，这手拿个凿子，就跟那石碑顶上还那么定呢，咔咔，凿的直冒火星子。我这个点就去了，那大爷，几点了？你这要抠啥玩意儿呢？那老头说一句话，当时我就昏过去了。没事，孩子，你先睡吧。咱们谁把我名抠错了，出来再来。那你就真的了，准备就这命了。感谢大家，非常的感谢好朋友啊！行了，上午就不用拍了啊！我这是我说的，我实惠的，我今天晚上多演一会儿，让朋友们开心高兴。那么首先我要做一下自我介绍，礼貌问题。那么我姓沈，我叫小沈阳，那是咱们东北本山传媒是赵老师的一名学生。小沈阳是我的中文名，我的英文名叫小小沈沈一昂阳。没有事儿，这二人转多好玩，好朋友，搁家看啥玩会有二人转有意思，就这两个扮演人给你们逗得哈哈大笑。二人转走到今天，好朋友们哈。朋友们都知道，前年正月，我师傅把二人转已经打到美国了。你说二人转得多尿性吧？尿性东北的方言就是厉害的意思。二人转走到今天，好朋友们，具体火到啥程度？今天晚上都家里人啊，没有外人，我就当你们透一个小道消息。据说今年2008年奥运会的开幕式，说二人转去给开幕。进门了。